迎回到前线快报，国际焦点来关心到南韩三星集团的会长李在镕，因为子公司的合并案涉及操纵股价，还有会计诈欺，二审是再度被检方求处了5年的徒刑跟罚金5亿韩元。此外呢，三星电子面临到了半导体跟晶片发展的困境，今年以来股价表现暴跌。李在镕在出庭的时候表示对三星的未来感到担忧，但他相信公司可以克服困难。무죄생각하시나요공소장변경이항소심영향미칠거라고보시나요面对记者提问，始终不发一语。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在镕面色凝重。就算一审已经获判无罪，但检方依然认为，在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案中，李在镕涉嫌操控股价，借此取得更大的控制权，因此上诉二审，请求法官处以5年徒刑和5亿韩元罚金。一审判断이유지될가능성이매우높은사건이라는것은1심때일부무죄도아니고전부무죄관련자들전부무죄나온사건핵심적인쟁점은그래서검찰이새로운증거나또유력한여러가지유죄를입증할만한항소심에서주장이없다고한다면이무죄를유죄로바꾸기는사실상어렵지않을까예측하고있습니다尽管专家认为有很高的几率维持原判，但加上半导体晶片发展碰壁，让投资人对三星的未来感到相当担忧。韩媒报道，今年以来三星股价已下跌超过26%，不得不提早展开年终人事异动，向部分高层主管发出退休通知。지금그과정에서삼성전자주식도상당히떨어지고여러가지경영상어려움이많다고이재용그회장도계속이제호소를하고있지않습니까정치인들중에서도유독이렇게관심이많은그국민의관심이쏠려있는그사람들의재판이더늦어지거든요、네、이런경우는뭐국민의관심도관심이지만은어쨌든유죄든무죄든빨리결정을해줘야지그의사결정을할수가있잖아요그렇죠그본인이앞으로회사를어떻게운영을할지그래서어떻게든재판을좀빨리신속하게하는방법밖에없다는생각입니다这起缠讼9年的案件，二审将于明年2月宣判，不仅是李在镕个人命运，更攸关三星作为韩国经济支柱的未来发展，因此备受各界关注。记者陈明俊、陈怡珍综合报道。